时间呢在不停的流逝，只有一些老的物件还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。我从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汽车。98年的时候，北京有一个车展，在那个车展上呢，看到了就是现在我收藏的这些仿真模型，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收藏的。其实这个模型背后，它还有很多可以去思考、可以去理解的东西，它完全可以表现一个汽车的进化史。其实收藏是主要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这种对机械的这种迷恋。我拿回来都要拆，拆开以后我要看它的结构。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当年的那种加工的工艺，特别是德国的这个保时捷汽车，其实都是这种高级精密的机械的一个结合体。当我看到我这些汽车模型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说我能收到其中的一辆，哪怕它很破很烂，那经过我的修复，它能够正常的行驶，而外表也光鲜亮丽，其实那才是一件汽车和汽车模型的收藏的一个最高享受。那可能我开着一辆我修复的一辆老爷车，到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去，行驶一段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感受历史的一个点。